皮脆肉嫩的羊肉还需线面搭档，阿文店里的线面可是专攻的。他提醒味道调查员找线面要赶早。味道调查员凌晨4点到达，似乎还是晚了一步。赵师傅，你这已经开始忙活上了，已经。对呀、啊，平常要做十几个小时，咱们这个线面得做十几个小时啊，因为这个线面要时间长才会柔热。哦，这哎，这真的不容易，这个扯断哈啊，很有弹性的啊，弹性很足。哎、啊，对对对，这可以跳绳的，这还能跳绳啊？可以啊。线面竟如此柔韧，经受住了挥、甩、打、转、摩擦的连环考验。这么韧，不会断吗？哎，这个面这个韧性还真的挺足的哈。对呀、啊，我也想试一试，好不好？哇！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柔韧的线面需经历15个小时，近10道工序，不断强化面的筋性和延展性，以最佳的柔韧度迎接最后的华丽变身。开始抻面，一步一回。拉面讲究进退合宜，轻重有序，最终形成细如弦、白如雪的莆田线面。一根线面中间不断，它到底有多长呢？哇，你看这足足的有6米啊！咱们这个线面能够拉到6米之长，那咱们那个线面有多少根呢？一般是180根。180根啊、每一根是这个将近6米长哈、啊。对，所以说咱们这一挂线面呢，大概就是有上千米了。啊，没错没错。阿文说要做一碗创新的温汤羊肉线面。每一个食材都有每一个食材的意义，鸡蛋代表平安，这个花生米是多子多福，紫菜紫气东来，那现红菇了就是那个红红火。配菜的烹饪并不复杂，但细节处彰显最地道的莆田味。松软的鸡蛋饼切条，花生米汆炸，紫菜撕碎，小火过油，松脆可口，清香鲜甜的红菇增添天然喜庆的红。这个面如果没有清拉清管都会碎掉、哦、这样子放下去它不会坨，捞个2-3分钟。温汤羊肉线面即成。面的颜色是红色的，好像这味道，不仅有特别软滑的一种口感，还有非常多层次丰富的这种味道，特别满足啊。